解會有雨中跳舞呢一場戲咧？就是、因為其實我同 Neville 嘅關係喺最開頭嘅時候咧，佢帶我去學跳舞，咁而慢慢產生咗我哋之間嘅感情。初初佢自己跳到我陪佢一齊跳，到最後我哋可以唔笑，我見到佢 enjoy， 我見到佢可能記得咗一啲唔開心嘅嘢，而最後係可以同佢個心係一致咗。呢個是我第一次體驗到的經驗，即係原來在好凍的情況底下咧，即係嗰啲 step 會很容易入血啊！你知唔知？即係for喜歡跳舞的人嚟講咧，你要記 step 其實都要用下腦嘅。頭先不是直接入血，即係呢個是演員的極致，因為你很希望去學啲 step 咧，好快入血。我教你一個方法，就是淋雨，很快入血嗰啲 step。喺十二度的情況底下淋雨，係啦，都好專業㗎，佢哋都好認真㗎，即係排得幾好啊！即係個心態。